石塘咀过去曾经是香港著名红灯区，随着时代变迁，社区发展配套完善，加上有一流名校网，不少买家都会选择在这区置业。今次介绍盘源津澳，位于港岛德辅道西321号，物业属于单栋式住宅，楼高28层，提供191个单位，实用面积297至965尺，开即由开放式到三房都有。物业面向电车路，景观尚算开扬。未起港铁之前，石塘咀交通不算方便。自从西港岛线通车之后，西区交通问题舒缓不少。津澳步行去西营盘和香港大学站都是5分钟左右。屋苑附近合共有11条巴士路线，过海线都有5条。津澳住户生活圈完善，行几分钟可以去石塘咀街市，附近亦都有不少商铺，绝对可以应付生活所需。买海味去上环多到成条街都是，又可以去卑路乍街公园附近品尝不同国家美食。津澳属于11小学校网，好似加洛萨圣心学校、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附属小学、圣公会圣彼得小学，而中学就属于中西区，有11间中学。名校好似英皇书院、圣保罗男女中学、圣若瑟书院等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